这个开关是机器的供电开关，也是机器的总电源。那么开完之后，这开关本身会亮，同时电压显示、电流显示都会亮，包括这个里面的这个待机的冷却风机都会在吹。这种机器呢是风冷的，风冷，风冷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冷却工作线圈、冷却机器里面的这个元器件，是用吹风的方式去冷却，降低器件的温度，达到它这个延长寿命的这个功能。三个按键，第一个是化钢键，最左侧化钢键，高频演示，最左侧是化钢键，中间这个是铸造键，就是钢化好了之后它要铸造，铸造是离心铸造，就是甩，把钢甩到这个铸圈里面去，这个是一个铸造键，这个是停止键，这是停止键。按完化钢之后再去按铸造，那么化钢自动停，然后你再按停止的时候，这个离心铸造它也会停，这是最后使用的。这个是功率的调节旋钮，它的调节体现出的不一样，就是这个电流会随着它的调整变大或变小。这个功率是化钢的速度快慢，化钢的速度快慢的一个调节，这个功率通过这旋钮的调节。这个旋钮只是在按了铸造之后，这个数字才会有，才会可以调节。这里面这个支臂，这个旋转的这个铸造支臂，这个是配重，配重铁是干什么用的哈？它可以前后的去调节，因为铸造的时候它要甩嘛，甩的话就有离心力，离心力就必须保证前后平衡，这样的话离心力小，机器晃动就小。这个东西的流程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是铸圈，传统的老式的金属的铸圈，现在都不用了。我之前说过，现在都用那个咱那个包埋底做个包埋圈，橡胶的那个。这个东西什么呢？把模型埋在这里面去之后，蜡型啊埋在这里面之后，这是用包埋料埋的，真空搅拌机搅拌包埋料，然后把蜡型埋在这个铸圈里面，然后这个铸圈拿到冒氟炉里去烧，就这个冒氟炉，咱们三型啊、五型啊，包括这种普通冒氟炉，拿这里去烧，烧到800多度、900多度，那么里面的蜡气化成空腔了，蜡没了，里面空了，空了，把你化的钢要甩到这里面去，这就是个铸造的过程，这就叫铸造。这个东西一般都是用这个夹子，这个夹子从这个冒氟炉里面红着拿出来，之后去放到这个位置，放到这个位置，这个是放铸圈的位置。那么这个铸圈放进之后，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调整它的高度，调整哪儿？就是这个铸造口，每一个模型，每一个这个铸圈都有一个铸造口，这个凹陷的一个坑，里面是个眼儿。那么那个是铸造，铸造的口，钢是从那口流进去的。这个钢的口高低是需要跟这个钢锅的高低水平的，这样能保证钢甩出来的第一时间能进到这个铸造口里面去。否则的话，如果你对不起的话，钢出来之后没进铸造口，打在外壁上，那这钢就飞钢了。这个就是行业里面说就叫飞钢，铸造失败。这种铸造失败，有可能这个圈就得重做，这圈就得重做，所以这是很麻烦的。这个东西放进去之后有个调整，调整从哪调呢？这个锁母，待会儿往前看来。这个锁母把它松掉，松掉之后通过这个支臂去调整这个圈的高矮，调节圈的高矮，去达到这个铸圈口跟这个钢锅的铸钢口达到水平。贴好之后锁止，锁止，然后需要调一个平衡。这个平衡指的就是这个支臂两侧的平衡。如果你把这个松了之后，是这种情况，这头很沉，直接看得出来这头很沉。这样的话，铸造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机器会特别的不平稳，特别的跳动。我可以试一下啊。这是平衡没调好，这就说明转的过程当中离心力太大，不平衡。所以这种情况就得需要去调整这个平衡螺母。在这种自然情况下，让它两头平衡，
概的平衡，这样一个大概的平衡，然后锁止，这样的话它转起来应该就不对。机器不跳不跑，通过这两个双孔去调平衡。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机器在用的时候上面有几个指示灯，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。一个，这个这英文我不认识啊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定位的意思。定位，定位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的这个支臂的摆放位置，如果摆放位置不对的话，它不会化钢，你按化钢没有用，它不化钢。它必须得摆在什么位置呢？这两个出风口，往前看啊，这两个吹风的出风口，这两个出风口正吹着这个工作线圈，那么这个角度下这个位置是对的，这个时候你按熔钢它会化钢，这个电流表会有反应，这个位置，那么通过这个定位灯去看，这种状态没对上，没亮，没对上，那么微调还没对上，有了，它亮了，现在它亮了。但是你开门的时候，这个灯跟这灯都不亮啊，你关门之后才能看得出来，这灯亮了，这灯亮了之后才能化钢，这个数值才会显示。这个是前提，化钢的前提必须摆正位置，包括跟高频一样，高频在机器里面有一个，咱们自己有个指示灯。这个指示灯你摆正之后指示灯会亮，如果不亮的话说明没摆正，没摆正就不行。这个没有指示，只是通过这灯去看，如果差一点的话微调，微调调一点，那么去观察这个灯。这个灯是门的灯，这个门上有个开关，那么你门不关的情况下这个灯不亮，这灯不亮，那么你把门关上之后这灯亮了，亮了之后说明你可以铸造，可以铸造，可以化钢。如果开门状态下按什么都不管用，按谁都不管用，没反应，这是一个保护的作用。这个门上的开关是一个安全开关，防止在你开门的状态下操作机器，这样容易误伤人，或者说会飞钢会烫到人。咱现在操作一下啊，这个旋钮理论上是什么呢哈，是把这个旋钮调到最小，最左侧最小，然后去按这个化钢键。化钢键正常情况下按了化钢键，这个上面的指示灯会亮，代表着现在开始化钢了，这个数值现在有了。那么旋转这个旋钮，一般这个风冷的中频调到16左右，调到16左右，你们可以观察里面这个钢现在已经开始化了，已经开始化了，你们可以往前凑一下看一眼。现在是沸腾状态，现在是钢的沸腾状态，我看看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加了柱圈了。这种情况下哈，如果没有柱圈，这个钢就满这个铸造水就全是了，稀里哗啦的就。我加了柱圈了，这没事，钢甩到这里了。没事，这个圈不用了，因为现在看钢锅里面是没有的，只剩一层氧化层，黑色的氧化层，那就是最后烧完的那个氧化层杂质了。钢都在这里面了，黑了吗？现在凉了，凉了，表面有层氧化层，凉了。那细节啊，就是咱们经常性的客户会说这个板很脆，这个板很脆，容易断。这个东西啊，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做的过程当中就得用那种绝缘的东西去做。早先咱们用水泥板，这个水泥板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哈。强度不够，而且特别是环保管理以后，那种高强度的水泥板不让做，影响环保，所以买的水泥板就特别脆，特别糟，一碰就断了。所以咱现在换那种陶瓷的。为什么用陶瓷的？第一得耐高温，这东西温度特别高；第二个它得绝缘，不能导电。所以咱目前能想到的材料只能是这个
陶瓷的，陶瓷本身硬度的，但是就是脆，本身比其他材质就是脆，但是正常使用情况下它不会裂。什么情况会裂呢？啊，这个圈放进去之后，这个玻璃线圈离它有个距离，可能就是说它这两个铜片现在有问题，弹力不够，这种情况，那么圈是放下去了，但是在一转的过程当中，啪就撞了，这是个撞击撞碎了，所以这种情况，刚跟我说这两个弹簧，一定要把它做好，往前推，这样的话让它有弹力，它自己能往前顶。你加上柱圈之后，它是跟柱圈之间贴合的，不是有间隙的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个板是不会碎的，它没有撞击，它是不会碎的。怎么办？它需要加一个稳压器。用稳压器再供给这机器电，让这机器用的电是220伏稳定的，或者上下不超过3-5伏，这样的话机器寿命会长久，不会出问题。如果这个电压就这么高，甚至有的用的是240，那么机器也能用，但是很快就容易损坏。损坏是损坏哪儿啊？就是里面那个铝盒趴在底下那个铝盒，那叫震荡盒，那是核心部件啊，全在那上，那一个盒大几千块钱，都在那盒上了。就这个，震荡盒，是这个东西。那么如果出现损坏是怎么体现的啊？开了机之后什么都正常，这个定位也有，棚开关也有，但是我就是按了这个铸造之后，按了这个画那个铜缸之后，这个数值没有。不显示，而且这个灯闪一下之后就灭，化钢的灯闪一下就灭，按了有反应，但是一下可能一秒钟，这灯就灭了，然后这个没有数值不显示，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断定就是震荡盒里面那两个安全管都超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让他把那震荡盒铝盒从机器上拆下来发给咱们去给他维修，所以首先前提是它的电压。不能超过228，可以低，比如说210没问题，208没问题，不低于200都行。这个电压很重要，而且这个风冷的机器啊，中频、高频，它连续铸造的能力都很差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在化钢的过程当中，功率特别大，里面的元器件是急速发热，所有的元器件是急速发热。那么靠这个风去吹是个散热，散热不好，效果不好，散热很慢，所以咱们要求客户什么呢？这个风冷的机器啊，连续铸造不超过5个，然后就得这种状态，不按化钢了，就吹风，就这种待机状态，得让它歇20分钟，吹风吹20分钟，把机器里面的热量散掉，里面配件让它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温度，然后再继续化钢。如果连续铸造的话，可以做，我说它连续20锅也行，但是这20锅做完之后，机器可能就坏了。这个连续铸造是什么呢？它一般你看都要烧圈啊，这个炉子里是满的，一个炉膛里头是满的，烧的就是10个圈、15个圈，里面是满的，甚至好几个炉子同时烧圈。圈烧完之后，这个圈拿过来一铸，拿走了，下一个圈直接放上，这个连续铸造，直接就放上，机器不停，然后圈上圈。按着化钢大概1分钟50秒，然后就铸，就这种连续铸造不要超过5次，超过5次，这机器很可能就会坏。这个不是质量问题，就是机器的特性，这就是机器特性。如果它要是量特别大，一天要10几个圈、20几个圈同时做出来的话，不能等，那么就建议他买水冷的东西。水冷是在里面所有的发热元器件里面走的水道。用水去把热量带出来，这样的话，那这个降温就很快。对于机器来说，可以连续铸造，就不易损坏。同样，水冷也是要求这个电压不能过高，这个问题不能闪了，没闪了。只要是因为电压过高造成的损坏，咱们一概都不管。来回修，回来修，咱们一定要收这个配件的成本费用，都不便宜。每次正常的就换两个管子。也得1000块钱，最优化钢量是30克，
最好的状态三十克，五十克融化，但是不要长时间融化，不要每次都三五十克，这样的话对机器的寿命是有影响的，有可能某一次机器就完蛋了，就坏了。我再来一个啊，这个刚放的多。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位置没对正，然后去微调，有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然后旋钮调到最小，然后去按爆缸，调到16。这个化缸的时间也是靠自己来看里边的情况，自己来掌握。对，这个缸什么时候化了可以了，都是靠技工的经验来看，他看缸化的状态。嗯。那甩的话，一般甩多长时间呢？也是自己掌握。甩的话也是自己掌握，一般就是两三秒就可以，转了几圈缸出去就可以了，就完成了。这个下面化的，上面化就是支起来，这个支架。支起来。哦，这种快。现在就是沸腾状态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就是沸腾状态。哎，怎么突一下下去了就？它在化的过程当中，它是什么呢？我感觉就跟漏了似的。快漏了，漏了，就是漏了。